大家好，我是高雄频道。那么今天帮我带来神魔的全新情报。那么就在刚刚，神魔电玩展宣布了下一次的合作，没错，就是《神剑闯江湖》啦。那么一拍大奖，应该就是《绯村剑心》了吧？还有什么更多的合作角色呢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新情报内容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神魔之塔的合作内容，别忘了可以按下你的订阅钮以及旁边的小铃铛，一有全新的神魔情报，就会第一时间的寄通知给大家。那我们上看，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